击败羊力大仙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一看到跟羊有关的，我这火就蹭蹭往上升。今天你看我削不削你就完事儿了。你死定了，你吹牛皮是吧？先拿三味真火和花母鸡合成，变成了凤凰冲击。这金箍棒和筋斗云应该也能合吧？来了啊，急速追杀！但是你真有仗是个啥意思啊？保险起见啊，先来个凤凰冲击。我吃烤鸭。开局就加血，你到底会不会玩呀？实在不行，我给你叫个医生得了。兄弟们，弹幕发送医生就能触发全屏特效，咱们多召唤几位帮着羊治治脑子。你在等什么？边狂，这回合让你好看。先从卡池里拿点牌，用三位真火加强剑合出火眼金睛，再拿一张花母鸡合出凤凰冲击，三张金色卡牌威力直逼黄金切尔西。先来一张急速追杀，哟。我的妈，250滴血，你这比我合成卡伤害还高啊。哎行，我再来一张火眼金睛。我吃烤鸭。哎，你怂不怂啊，就会加血是吧？打我笨蛋。呀哈，瞧他这嚣张劲儿。兄弟们，看这羊不顺眼的直接上电摇，给我狠狠的嘲讽他。OK, 没问题。行，卡池里拿两张筋斗云，喝出两张身形百变，我直接开跑。两张身形百变打完，这羊还剩半血，这一局稳操胜券。铁锅炖自己。哎呦妈！哎，不是啊，这怎么还跑上灶了？关键你这 buff 也离谱啊，所有的卡效果成双倍，这我还玩啥呀？我直接掀桌子走人。格拉卡，还愣着干嘛？快用你最强的牌攻击他的锅！哎，行，直接出凤凰冲击，给你的铁锅加个温。哎，这 buff 没了吧？刷新一下卡池，我又多了一堆牌，合出神行百变，打的还是300血。你家这点防御有什么用？我再出一张72变，你怎么打？我吃烤鸭！你别笑。哎，我没眼花吧？你这明明是加100血的牌啊，冰刷效果能加200血，开了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兄弟们，这羊了个羊，不厚了个道啊！我觉得想要打败他，那只能靠你们的长点赞了。你自己菜，关我们啥事儿？兄弟们，别理歪看，直接下次一定送给他。哎，别呀，有了你们的点赞支持，我才有信心击败这羊了个羊啊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！兄弟们，我伤害最高的牌，也就是神行百变的180伤害，但是对面能加200血，这咋打呀？我来。这空投里边会有啥？哎，打不开，那出牌攻击试试呢？果然有东西啊！先不着急开，再攻击这盒子看看有啥。我去，给了我一顶王冠，从空投里又得到一个金箍，这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给我猴哥的。哎，果然这四个格子是装备栏，那这百宝袋里是，哎，这不是升级卡牌用的金丹吗？那直接给神行百变升个级。啊，这不行，那难道是给猴哥六啊？这装备还能升级？5颗金丹下去直接焕然一新。那兄弟们，咱们先不收拾这只羊了啊，先把装备等级升一升，有攻击卡优先攻击这些盒子，得到金丹就用来升级装备，升级期间用筋斗云躲避他的伤害。我就不跟你打，就是跟你耗着。靠这个套路啊，没多久我的装备就全都9级了。来试一下这身装备的伤害啊，一张穿梭机打了420点伤害。我吃烤鸭。嘿嘿，你加血也没用，再吃我一张凤凰冲击，剩下这点血我一个三味真火直接拿下。我吃烤鸭。哎呦我的妈。哎呀我策划，你真没意思呀，伤害增加3倍，这我咋玩啊？笨蛋瓦卡，还是让我来帮你吧。当葫芦存在的时候，无论任何攻击都会变成1滴血，这时候我们只要把桌子上的手机给陆力大仙，陆大仙逃跑后我们的攻击就能恢复伤害啦。哎，可是对面这还有3倍攻击呢。这个简单，只要用一张72变就能把虎大仙赶走， buff 就能不攻自破咯。难受，哎呀很痛苦很烦。顺便再提醒你一句，4件装装备升到满级会有惊喜哦。有惊喜啊，我最喜欢惊喜了。腿羊先不打你了，等我升个级。 2000 years later， 兄弟们还差最后一节，让我看看满级孙悟空会变成。强啊，满级装备居然是超级赛亚猴，一招直接打掉10万滴血。哎，不好意思了小羊，乖乖回你的羊圈去吧。